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要抽的就是上官远的卡池。虽然说有烟依依的人、其实是可以不用特别抽一个上官远的铁位啦。那因为呢，本人非常喜欢上官远这只角色哈，因为在《神魔至尊传》，他的剑将奔裂跟回风枪真的太帅了，然后攻击力拿到虎豹枪，又可以干那个寒雾杀，拥有伤破鬼眼的寒雾杀。实在说，在《神魔至尊传》这个非常勇猛的一位角色啊，所以在手游当中呢，还是要抽一下的，好不好？走，老规矩哈，一定要画一下阿姆斯特朗凶猛狼跑的。上官远的例会有改过了，没中。哇，有点尴尬哦。不是啊，就是他拿虎豹枪可以造成寒武杀的伤害啊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带着伤破鬼眼的寒武杀。对，我就是抽情怀的，没错、啊。我说的那个干是指那个攻击他的意思啊。这样讲好像怪怪的，怎么办啊？会不会抽不到啊？完了，我觉得预感很不好。男角有画、啊，怕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上官远不是那一个？对不对？完了，完了。为什么抽自己的都很衰啊？欸，他几率是 40%、欸，应该中绝，应该让我中吧？欸，转圈圈呢？啊，不要闹哦，我心情很不好哦，先跟你讲。我放弃下个礼拜的照佑跟赤练，你还不让我中，有了吧？ 4.5 还是我单抽，单抽出奇迹，好，一样十抽，最后一次了。干，没有，有那么黑。有这么黑？单抽，单抽，这样单抽了，这样单抽了，不是太黑了吧？拜托啊，让我中啊！12%还没中，单遭此劫，与我无缘。妈的，这样几抽？50抽吗？干你娘！奇掰嘞！不玩的啦，不玩的啦。干你啊！啊、真的天机难测，40%几率的上官远，他妈还抽不到！不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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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没有了啦！我记得是40%，还是我记错了？哦，我就是。对嘛，40%嘛，对不对？没记错啊。哦，我放弃赤剑跟照佑，好，再单抽，再单抽。好，真的不能画了。大炮失败，大炮失败。好，我们再抽一次。
最后十抽了。要画什么？怎么办？可以了吧？啊，没有。啊，惨烈啊！真的是惨烈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唉，看来最近脸有点黑了。